本期讲解一个2024年最新知乎洗稿啊，日印200+创业粉啊，割韭菜，日稳定变现5000块钱以上的一个实操教程。知乎上引流的粉质量是非常高的啊，所以说作者是非常注重知乎引流，自己也实操了几个号，流量都是非常有质量，有一部分用户添加上好友之后就直接成交了，非常爽快。这篇课程和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个知乎引流啊。如果你把知乎引流玩明白了，那么你月入五十万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。我们现在通过知乎引流每天能稳定变现3000块钱左右，记住是稳定变现啊。再看看，这么多。一个人有时候就是，而且就是一个人一个号就发内部内容引流就可以了。引流过来之后，变现方式真的太多了。你会发现大家卖项目的啊，后端产品卖的不是很一样，但是做的都是前端的流量啊。引流过来之后都可以变现。我们如果能把知乎引流和知识付费相结合，卖一些知识付费的内容课程，这样项目上线是非常高的，完全能达到月入50万这一个标准。非常猛，稳定每天收益呢3000、5000、6000、7000、8000，比较好。知乎给我们带来的都是长久的流量啊，一个万起的话啊，去看2000年操作，2020年操作，现在的话都能够引流，卖什么东西都可以，大家看看，卖什么都可以，都能赚钱。这是课程的内容啊，这是下载之后的这个整套教程，五节视频课。视频比较大，都是100多兆啊，还有课程的领取，如何变现，朋友圈如何打造人设啊，做个人 IP。如果需要百套课程的话，再来同学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知乎洗稿啊，或者是最新知乎洗稿，就可以下载百套教程了。